会铤而走险去赚这笔快钱。他只要辛苦一两年就可以赚到你10年的薪水，为什么不做呢？多少人消失的，多少人被卖器官的，多少人被砍断手脚的，你都不知道。谈起不少年轻人赴柬埔寨掏金却沦为猪仔，无限感慨。一名反诈骗自救会化名阿伦的成员接受访问透露，有名年约30多岁的男子因无业怀抱一夜致富的掏金梦，大胆勇闯柬埔寨做诈骗，2年就大赚500万元。他逃回台湾，再也不敢回柬埔寨，超震撼内幕全曝光。我有遇到很多以前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他就是一年，他从泰国回来，从那个柬埔寨跑到泰国，然后回来，然后身上带了500万现金，用地下汇兑的方式回来了，然后他就不做了，他也没做了，然后在工作上，在法律程序上遇到我，我们在聊天，他说他今天做2年，他就赚到500万，他回来，然后因为他女朋友被骗，然后才上法院，才遇到我来跟他沟通，说我男朋友他以前就是诈骗集团，那他收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边的生活太恐怖了，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吃香喝辣或者是赚钱有那么快，并没有那么好。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湾人远赴柬埔寨追梦之旅，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他去到那边，有些人就常常会不见，会消失，啊，或者是半夜会被打、会哭都有。那有些人是被囚禁的也有。关在水牢也有，那你业绩好的，如果你配合度好的，它就像一般的直销公司一样，它上面会有老师在跟你宣导、跟你讲解，那下面的人只要配合度好，然后跟着起哄、跟着想赚钱，其实他的生活不会那么苦，不会那么辛苦，反而正常的吃喝都有，住套房什么都有，待遇、休假还可以出去玩 ，OK 的。那你如果说配合度不好，然后没有什么业绩，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名从柬埔寨幸运死里逃生的年轻人，有了恐怖亲身经历后，了解当地诈骗集团如何让人一步步落入吃人陷阱里。他回来之后就不想再回去做了，不想再回去。他只要赚到钱，因为这笔钱500万对他来讲是捡回来的，是用命换回来的，所以他好不容易回来之后，他就不想再回去了。因为那边的生活不像我们在现在的生活社会那么安逸，那边是吃喝嫖赌、嫖娼、毒品什么都有，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了。可能赚到500万是没有错，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多少人像他这样子能够回来的，赚到500万的？2022年，台湾人爆发跨国打工诈骗案，国安危机亮红灯，有些人顺利逃回台湾，不过掏金梦碎，人生的意外旅程能否得到教训，值得好好省思。店家也都几乎是没有开门的，因为他们的观光就算崩盘了嘛。台湾人一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大肆的宣扬说，他们柬埔寨的人好像做了十恶不赦，把他们妖魔化就对了。2022年开始，台湾不少年轻人被诈骗集团以高薪诱骗到柬埔寨，而缅甸的 KK 园区又被称为最凶残的猪仔贩运终极站，像是18层地狱般，园区像监狱，四处都是高墙，还有武装部队巡视。如果诈骗业绩不达标、不听话，还想落跑的人，就会被关水牢、电击或暴打，让被害人苦不堪言。柬埔寨诈骗案频传，重创国门形象。板桥陈天甫主事严维勋受访，对于当地现况全说了。其实就前2年，我们都常常听到，就是有人被骗去柬埔寨那边，然后像是西港那个地方，所有很多园区都是在那边居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传出，就是会有你业绩不佳就会被打嘛，然后被关进什么小黑屋啊，然后甚至说还有业绩最差的，然后一直被沦为猪仔，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卖到最后，然后去卖到港口之后，然后上了船被割器官，在做买卖的这种，最严重就是到这样吧。我们6月有过去看一次啊，就是说跟一些老板要过去看那边的市场，其实那边其实就已经不像我们前2年那样人那么多，观光潮几乎都是没有了，然后现在就是剩早上出门就是看不到人啊，更不用说有观光客的存在，然后到晚上才会有一些人出来这样而已。其实像在当地政府也开始在一直在扫荡，就是所谓的诈骗集团，所以所有几乎那边的诈骗集团都迁往其他的国家，对，在当地几乎是很少见的。
店家也都几乎是没有开门的，因为他们的观光其实 就算崩盘了嘛。然后其实到我们现在过去的时候，其实那边的一些烂尾楼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是没有人再过去投资。以前我们就是想到柬埔寨有吴哥窟嘛，对，然后现在其实我到吴哥窟去看也几乎没什么观光客。不少台湾人遭诱骗到柬埔寨，严重影响国人前往当地旅游的念头。不过柬埔寨人对台湾人也颇有微词。其实当地人那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有跟一些中国人还有当地人在聊天，他们就是说一开始啊，我们就是在帮忙救人的时候，他们那边的当地人也都急着配合，但是他们想不到说为什么说台湾人一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大肆的宣扬说他们柬埔寨的人就是好像做了十恶不赦，然后就是大把他们妖魔化就对了。然后其实他们就有一点就是蛮反弹说台湾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后来也是跟他们解释说，哎，其实就少数人啦，也不是说大致上，但是但已经造成说台湾人的观念就是听到柬埔寨就是一个非常不能去的地方嘛。对，虽然柬埔寨政府大力扫荡黑帮势力，想要重振当地观光风采，不过骨牌市负面消息接踵而来，短时间恐怕难以赢得观光客的信任了。